我知道此事的时候，痛心疾首。法师要查出真相，这半年来，幻一直在调查此事，直到今日，幻受到信件，有着重要的线索。 大王，都准备好了。主公，是。你不能去。真凶已经找到了，我现在就要去做我本就该去做的事情。我要把证据给王妃过目。 这字迹不陌生了。他毕竟是皇帝，此事不能鲁莽，你必须从长计议。你知道。 你是大成的豫章王，若你今夜暴露仇，大成的天下就乱了。小七，你要冷静。来人，在，保护好王妃。今晚，她哪儿都不能去。是。你要软禁我。 全都退下！我有话跟大王说。